走喽，泡片。这一只死螳螂，蒋后娘，这可不是俺干的，不行俺来去报案去吧，走你啊。警长警长， A 区发现案情， A 区发现案情。稍到稍到，白哥请注意警戒，请注意警戒。是警长。一只耳狗站住，一只耳请站住，一只耳请站住，你已经被我俩团团包围，团团包围，请你束手就擒，束手就擒。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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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就俩人包围谁去，赶紧换班当一会儿，累死了。拉倒吧警长，就这破车灯冒烟也追不上一只耳，你说你把你那小摩托艇开出来好不好，那玩意儿突突突突突突突多快多快呀。我一寻思资金不到位嘛，摩托艇放坏了。你往上报，你往上边报啊。报了，你知道啊审批路上多长啊，啊各部门互相推诿，一个厨盖两年，拉倒别指他了。那怎么整，你说就这么直直的，警长他无视你的存在，掏脚干他，喵，没打着。别着急，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拉倒吧，猫都拐那个耗都拐弯了。不是白猫啊，你发现了没，他走路跑偏，是因为他一只耳沉，他转圈儿跑呢，一会儿能转过来。不可能，那他傻呀，他还转回来，他直直还转，喵，真转回来了。哎哎，警长警长，你瞅你瞅，我这抓住他命门了，还跑，站住，是不是跑蒙圈了，是不是跑蒙圈了，啥意思，这么标准的普通话难道你听不清吗，我问你，这只大刀郎是不是你干死的？啥刀郎？你跟这比萨斜塔去，啥刀郎？刀郎螳螂？螳螂？这不是俺干的，俺现在的身份是个商人啊。学好了，可算呀！你们警方这个打击力度忒大了，这个案呀是俺报的。撒谎，是不是撒谎？侮辱我智商，侮辱我智商！你打俺、是不是？你起来，现在给你们报告！哎呀呀呀呀，误会误会。那既然你们报的话，那就一起协助我们看看现场，行吧？找他写，还找他写，好吧？你看，这是螳螂的尸首，啊，他的头呢？头呢？猫啊，你怎么看？警长说的对呀、我说啥了是啊？螳螂，这只螳螂有多年的办案经验，它是智商。耗着呢，白毛说的对呀，没文化真可怕呀，都是瞎吵的声还大呀。起来，我告诉你，这是自然现象啊。螳螂结婚以后，母螳螂为了下一代的成长，必须把公螳螂吃掉，这不是凶杀。哇哦，警长。你真是个破案的天才，我妈就说我是天才。你妈才是天才呀，你妈说的对呀。呀，你刚才为啥跑？俺呀就是一个追星族，俺喜欢那个邓紫棋，俺在追她呀。喵，你能低调点不？阴事，再见再见啊。多么好的小耗子啊，等等我呗。啊，你也追邓紫棋去？我不追政治棋，但是我准备去搞艺术了。我接拍了一个广告。就你的口条啊？人家看中了不是我的口条，主要是我的形象。啥广告啊？洗洁精。白猫洗洁精啊？是。好啊，背着我搞点产业什么的。警长，说几眼见、说几眼见。呀，没找着。站住！这么好笑的一个作品带给我们，谢谢。谢谢。演绎黑猫警长是谁的点子？还是屈大哥吗？这个点子是小雪出的。他说：“大哥，我想演个黑猫警长。”我说：“那行了，你要想演，我就开始在执笔，就这样。”然后我们仨就传上。我的天哪！他想演黑猫警长，然后就有人执笔。我觉得他们团队是非常成熟的了。没错。从前两期的比赛就可以名次就可以看得出，都在排名第一。他们这个团队呢？演技不用说了，很重要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个执笔。他们是两次的冠军，没错，所以其实
今天我还是想比较挑剔的，其实去想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新的作品啊。嗯。